开学第一天早上9点多，民众搭捷运通勤，一辆开往北投列车途经建潭站时，车厢上头竟然冒出大量浓烟，还伴随阵阵烧焦味。乘客看到吓傻，连忙逃出车外。列车长紧急疏散600名乘客，换下班车搭乘，耽误约3分钟。车厢不明原因冒烟，让民众感到心有余悸。是蛮恐怖的，吓到为什么会有冒烟？可能就需要出来讲一下是什么事情。对此，台北捷运公司紧急说明，因推进系统故障，启动摩擦刹车产生些许烟雾，维修人员立即上车处理，并确认烟雾已消散。行控中心依照 SOP 安排车上约600名旅客换乘下一班列车，处理时间大约3分钟，目前营运正常。至于列车推进系统异常的原因，将会把列车送回机场之后详查。但北捷似乎状况频传，这个月初一大早通勤时间，松山新店线往松山方向列车行经中正纪念堂站，行驶到一半紧急停车，导致约600名旅客受到影响。列车冒烟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发生，就怕成为通勤族噩梦。每天24小时让来回运作，那个定期保养，北捷这方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毕竟人命安全。捷运承担民众交通重要责任，开学首日就出包，民众对捷运故障问题抱持担忧心态。北捷也回应将会送厂详查，避免状况再次发生。记者叶伟玲、范雅乔台北报道。